有一个年轻人在超市买东西，他发现有一个老太太一直跟着他，并且窥视他，最后甚至一直凝视着他。年轻人，我希望没有让你觉得不自在，因为你长得太像我死去的儿子了。啊，没关系。我能不能有个请求？我知道这有点不礼貌，但是如果你能在我离开的时候对我说“妈，再见”，我会很快乐的。哦，好的。妈，再见。先生，一共5820元。哼，怎么这么贵？我才买5样东西。是啊。但是你妈妈说你会帮她付账的。我妈妈。